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戴维画收藏》这个节目。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咱们继续的来学习瓷器鉴定。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一部分流失在海外的明代嘉靖时期的景德镇的瓷器。那这些这个资料里边呢，都是非常难得的，它既有这个官窑的瓷器，也有民窑的瓷器。而且呢，这些都属于这个标准器。所谓标准器呢，分为两大类型，一部分呢就属于这个完整器，一部分呢是属于瓷器的标本。那这些所谓的完整器通常呢就都是这个存世的或者是出土的，而且都是经过多方认证的，而且这种认证的方式呢，不仅仅包括眼学，也包括这些用这个热释光检测过的。那么这些瓷器当中呢，既有嘉靖时期的青花瓷，也有白釉的鸡蓝釉的，然后红釉的，还有呢这个乌金釉的，以及呢各种的这个彩色瓷器，包括这个青花五彩啦、斗彩啦等等等等。那这些这个资料当中呢，既有官窑的这个瓷器，也有这个民窑的瓷器。希望对这些资料呢，对大家学习瓷器鉴定有很大的帮助。Thank you.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再一次感谢大家收看《戴维画收藏》这个节目，欢迎大家点击下方的关注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这样呢，您可以看到我们以往不同视频的内容，以及未来我们持续不断更新的视频的内容。再一次谢谢大家，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